到这儿来，找星星王的。金星王身高50尺，地大无比。退！好，朕根本没有星星王，上当，上当了！我们已经找了这么久。 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们有信心，一定会找到星星王的。我想明天带你和星星王回香港去。啊！星星王已经安排好大后天在香港表演，我坚决反对，拿星星王做商业工具，一定要把他给杀了。